妈咪要说一声，是不是比较难带了哈？身体不好，叫什么名字？吴伟林，吴伟林，好来。好好加入洗澡哈，好，今天就可以做了。好，好，好，谢谢，好来，谢谢。慢慢出去吗？妹妹叫什么名字？李和慧。李和慧几岁？属什么？三岁属龙。是我妈妈公婆在家里锻炼的哈。阿九岁还没退休啦哈，阿九先不要说，这个孩子他喝油漆哈，啊，健康高大汉嘛哈。东西放到洗澡水，全身洗洗。